这个特价的草莓盒，然后它里面有正常的草莓啦，然后还有这种白草莓。先放脆片还是先放牛奶派的？我是先放脆片的，因为如果你先放牛奶，然后再把脆片倒进去的话，就很容易会这样啪啪啪撒到处都是，对吧？快五分钟，结果我的麦克风完全没有打开，录心酸的。因为今天是公众假期嘛，所以不用上班，所以我今天就是很放飞自我，就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把家里大扫除了一遍，然后我甚至洗了窗帘。那个你知道那个窗帘是我自从搬到这里来，是这里吗？大概已经两三年没有洗过了吧。这是一个想一想觉得还蛮恐怖的一段时间，但我从来没有洗过我们家窗帘，就洗完突然觉得我今天非常的 productive。 其实我今年真的是飞的还蛮多的，一方面是想要多回去看爸妈啦，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蛮多就是意料之外的行程。譬如说我三月底的时候去看演唱会，看演唱会其实真的是我没有想过我会买到票，然后我抢到票的时候，你们之前在vlog给我看到，就我抢到票的时候我自己都吓到了，但是我还来不及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或是我可不可以去，我就直接把票给刷了。那个瞬间是我觉得做个大人好像也不错， This is 就是 adult money。 然后 by the way， 我刚从我包包里面翻出一个瓦玉吉，因为我昨天下班回到家已经快要十点了，所以我去买了一个这个饭团，但结果我完全忘记吃，它就一直藏在我的包包里面。我最近的记忆力真的很差，就可能我会觉得我好像做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记得，然后后来发现我真的有做过这件事，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我不想往不好的地方想，但我不知道是因为工作太忙，还是就是我脑子里面一直有很多东西在转，还是怎么样。但我最近的记忆力真的很差。分享一下我去韩国听演唱会，那我是抢到仁川场的，然后我是 day two， 然后因为我最喜欢的是汪武嘛，然后我上次去澳门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克拉，然后他刚好是跟我看同一场，又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我就跟他约了碰面，然后他做了一个这个汪武的小牌子给我，超级可爱。然后其实我自己陆陆续续买了应该有五六张、六七张克拉专吧，就是音乐之神这个专辑。但是呢，我就一直都没有抽到汪武啦。然后刚好碰到一个刚认识没有很久的台湾的克拉朋友，然后他让了那个汪武的克拉专给我，开心。然后他也让了 Hoshi 的。那我自己现在手上还有 The A 跟 Uzi， 然后我台湾的家里还有 Joshua 跟盛宽的，所以
我是没有想要就是挤满13个人啦，我觉得我这样有点太疯狂了，还蛮开心的，就是我的克拉专又多了一些成员。然后为了这次演唱会，Ian也办了 Weverse 的会员，然后他抽到的是 Hoshi， 我抽到的是 Dino。对，然后Ian看完演唱会之后跟我说，他觉得 Dino 是最硬啊，就是舞台张力是最棒的，所以他就说，但我要 keep Dino， 我说 OK， 我会去好好买卡套把它收藏起来的。变热了，就是甚至会到27、28度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这个是我之前在中山站的一间小店买的，好像是一个设计师的联名吧。后面很可爱哦，有看到吗？现在时间是好像快3点了吧。今天来上班的有3个人，有我，有 Eva， 还有在欧旅的 Hannah。嘿，大家会不会就是以为说来 Press Play 工作，然后就是都没有时间吃饭？不会，这是优点，因为你的吃饭的时间可以自动调配。就是嘻哈，不是咪嘻哈。你看这个，这个，哦，跟着专业买了手牌。We are OG 302。系喎。Hello， 鲗鱼涌，我哋几时搬啊？你想搬啊？系啊，我哋几时搬啊？我哋搬去尖沙咀。啊！好方便哦！我有 office 啊！中国咯！你家系 office 吗？冇啊，自己讲啫。我哋呢边唔系咁热噶。但我們的 style 都很不同，但是他私底下的東西，是啊，私底下
是 TGI Friday， 为了这个礼拜非常辛苦的自己，我决定要来好好犒赏一下。OK， 所以我今天要来吃豪华版的辛拉面。我昨天煮完 Pepper Lunch 之后，还有剩下一些牛肉啦，跟一些这个菇啊、笋啊，有的没的，所以我打算今天弄一个就是豪华健康版的辛拉面。这个是我前两天看到小金的 IG Reels， 他就是说最近好像很红，就是用tomato， 你们是讲 tomato 还是 tomato？ 听说最近好像很红，就是煮那个番茄辛拉面，所以我打算今天来试试看。It's always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But I won't let it get me down. Cause I'm still here and I know this year some good's gonna come around. Somewhere the sun is shining. Somewhere the day.Place where flowers bloom, where every bird is singing their tune, and someday, oh someday, I'll be there too.这个是我上次去韩国最近很红的福一，你不觉得名字很可爱吗？福一。超红超痒的，不知还是因为跟年纪有关系。你这个就是喷笑哎，好没礼貌。这可以微波吧？可以。笑死，以为在煮什么？这东西都没打，但是柜子是开的。哇，你要三十嘞！突然想到，呜呼，欢迎来到三十哦，这边没事，三十很棒啊，真的，新开始，新开始，开始有点不愿意，但想要算了，随便了。你要喝吗？我不能喝酒。好可怜，我等下还要上班。那我来看韩剧。好啊。我最近在看那个《泪之女》。她是这女生是一个财阀的大小姐，然后两个女孩应该有结婚，但结婚之后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就变得感情不好。他们就在演一个在婚后重新开始谈恋爱的那个剧。哦，谁的？那是妈妈的爸爸。